觉得这个男孩子，你不光是在物质上比这个女孩子要匮乏，你在心理力量上也比这个女孩子要匮乏很多，而且，因为我们认为别人会去在意我们的，其实并不是别人的在意，而是我们自己的在意。另外，这个女孩子，你给予。女生应该是爱男生。